我是夕阳，我是我们第三次来微咖。太棒！啊，台湾啊，台湾就是一个理想的，但是对，我希望我们这个理想可以进一步的升华，变成更理想的岛。去蔓延性，没错没错。一句话形容威卡，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无法取代的回忆。他今天创造了一个回忆，无法取代。没有，我觉得每年都是啊，每年都好吗？蛮爽。他今天创造一个回忆的顶峰，对不对？算了算了。OK。被拔掉。我觉得是一个。可是为什么每次这种情况都是你发生啊？就是被僵尸。我觉得很热情，重要的期待，很重要的一个期待。每一年的每一年都在期待这个时候。威卡它结合嘉义当地的文化，然后还有一些像是一些场地本来就有的一些像烟囱，它就利用那一个百年的烟囱，然后做的就是那个。对，我觉得很就是非常的有。对，这个是无法取代的，被音乐节的话，对吧？要我们所有的人，我觉得还有很多那个舞台，每个都是有故事的，就是还有。你知道陈秋又犯错了，对不对？那你知道我吃什么吗？陈秋犯的是花生火鸡肉饭，喷水，喷水的鸡肉饭。要吃东西的喝吗？对对，东石还长吗？对，有，因为之前有一次去东石表演，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吃鹅啊。然后自从那次以后，我们就是会无聊开车去。有去嘉义应该都会去。对，我们就是到嘉义表演，我们就是拐过去，不然中部就会绕过去。对对对，哎，鹅啊才是最屌，对，鹅啊最屌了。阿里山啊，上次有去民雄鬼。民雄鬼不去了。走进去绕一圈，然后公路要被跟。啊，对啊，都被跟，那就收金。但是就是被人。我一直跟，我一直。玩人比鬼。玩哦，对，那边人比鬼多。鬼都怕。